李医生要去蓬莱参加一个学术会议。蓬莱先进啊，我也想去，可是队长不让我去，我就在学术论文上挂上了队长的名字，结果太不学术了，队长。啊，好了，同志们，这一组的工作安排基本上就这样了啊，散会。钱，还要钱吗？哎呀，好事天天有啊，今年特别多。李大夫写了一篇论文，已经在国家二类杂志上发表了，而且还应邀参加在蓬莱举行的学术会，大家鼓掌。好嘞，师傅。队长，哎，你说这开会就开会呗，干嘛还安排在风景旅游区啊？这是开会呀，还是旅游啊？李文生。这你心里点想开点啊！你说我参加的这个吧，它是医学会组织的正规学术会议。那正规学术会也得安排点时间参观参观、旅游旅游吧，对吧？刘大夫，你这个人就是爱钻羊角尖。对不起，是牛角尖，羊角比牛角还小。呀，好好了，我说完了再笑行吗？刘大夫，学术会一般都是这个样嘛。你想想，大家开会很累啊，放松休息一下有什么不对吗？再说了，这个参观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接受再教育嘛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请问受什么教育啊？集体主义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。好嘞，散会。队长，我也想去受教育，行不行啊？好，我支持你。你有邀请函没有啊？没有。哎呀，刘大夫，我说过啊，我支持所有的同志开展这个学术活动啊，无论是谁参加学术会，都说明咱们卫生队的工作又上了一个高度嘛。这种事情啊，没有必要嫉妒，干嘛酸溜溜的？你说呢？我嫉妒，队长，放心，邀请函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。李大夫，你的论文什么内容啊？脚脖子之挫伤及扭伤的病因分析和总结。那叫踝关节。我不知道那叫踝关节呀。我这咱俩不在交流吗？交流我就要说通俗点好让你懂呗。其实呢，我们部队的战士那身体个个都挺棒的，但是呢，一旦训练碰到剧烈运动，那就非常容易挫伤或者扭伤脚脖子，踝关节。所以呢，我呢就总结了一下病因，提出了预防的方法。哎，大夫啊。哎呦，请进请进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慢点，慢点，你这怎么了？我这脚脖子扭了。哎，又一个扭脚脖子的吧？同志啊，你这踝关节怎么伤的？踝关节啊？不不不，我脚脖子扭了。这样，你把凳子啊往右移50公分，那边呢是治脚脖子的专家。我去，同志，你过来。你呢？我这儿啊，我给你看啊，先把钱还了。刘医生，你说你这一上午你嘁嘁喳喳，你写啥呢？你把病人都往我这推，那我不得忙死呀？我写论文呢，我也想去蓬莱开会。你也去蓬莱啊？那你这献血的你还来得及吗？我大学时候的论文随便一改，都没发表过呢。不，我意思是你现在寄去他也晚了，来不及了。不晚，我看过你的通知书了，离截稿的日期啊还有几天，来得及。哎呀，蓬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探。啥玩意儿青鸟？你火鸟都来不及。来得及，有青鸟快递。大夫，您先别谈青鸟的事儿，赶紧给我看看脚吧。啊、哦。
队长。刘大夫，有事啊？嗯。队长。啊。我申请去蓬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上次不是说了吗？你有没有邀请函？你干什么呀？别捣乱了啊！谁说我没有了？嗯？说明啊，不是你自己印的吧？我亲娘，这还是真的呢！你真是个仙女啊！你这从哪儿弄的？什么意思，队长？难不成您希望那是假的？不是假的就不用去了。啊？不，我是说这肯定是个好事啊。但是你看，咱们队里就这么几个人，这一下去你们两个都去开会，这工作安排不过来啊！啊，你先把这收起来，下回再说，好吧？队长，不是您说的吗？只要我能拿来邀请函，您就让我去蓬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吗？你看，开会就开会，还扯上爱国主义教育了？你不是我自己扯的，是前两年您扯的。我扯的？啊，我收回我说的话啊。这个事儿先这么定了，哎，这次你就不去了，好吧？不是，队长，您怎么能随便收回您说的话呢？您在我心中那可是高大威猛的男子汉，是德高望重的领导。您说出话就应该像仪仗队踢出去的正步，汤落地砸坑。我脚崴了，砸不了坑了。啊？男子汉说话当然算数了。谢谢。领导说话更算数。嗯。但是算数归算数，也会有变数。我看是您发生变化了吧？我是觉得啊，小李的论文是咱们卫生队这几年以来的一个学术成果，它更适合这个基层卫生工作的意义，是吧？好嘞好嘞，先不说了啊，就这么定了吧。队长。您再考虑考虑行吗？我很深思熟虑的。亲娘，我真是个仙女儿啊！简直太不合理了嘛！去，哎，刘医生，你今天哪个恁个烦躁般的呀？你平时都是很淑女、很淑女、很淑女的呀，淑女极了也疯狂呢。你看啊，这是我的学术论文，这是李医生的学术论文，同样的论文，凭什么有薄有厚？闪开！查完有薄有厚，不该差不多厚的吗？哎呀，我说的不是论文有薄有厚，我说的是人有薄有厚。啊，你是说的脸皮的厚度啊？哎，当然是你的脸皮比较薄了。对。你说同样的学术论文，同样拿到了邀请函，凭什么队长让李医生去不让我去？你说同样的论文有什么差别？哦，看出来了，说高低差距很明显，李医生的论文确实比你高。你都看出来了，高在哪儿？别说他了，那我不都看出来了吗？李医生的论文那挂了高队长的名，高队长的名就高了，高在哪里？高队长姓高噻，那肯定是高到名字上面的噻。哦，姓高的写的论文他就高了？你啷个又在钻羊角尖了哦？关键问题不是别个姓高，关键问题是别个是队长。对呀，哎呀，你想想，那个李医生去代表的是队长，你去那只能代表你自己。而且队长代表的是卫生队，所以李医生代表的是卫生队噻。对呀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的意思是我把高队长的名字也挂上？反正挂上去你又没啥子损失的，以后晋级说不定还用得上。哎，那我把高队长挂上，要不要把护士长也挂上啊？对了，工作是大家做的，你比如说哈，我都参与了打针的。当然哈，我不是喊你把我的名字也挂上去哈，那个挂不挂就随便你了。刘医生，你写的论文不就是写的治疗疾病的经验吗？虽然那个治疗的药物是我亲自发的，但你挂不挂我的名也没啥意思哈。哎呀，你们俩也太明显了嘛。对姐，你说拉一个也是拉，拉一群也是拉，哟，一列火车多一个车厢也无所谓噻。我明白了，那我把你们全都给挂上。
反正我们大家呀，都是为了你能够去参加那个讨论会。我觉得论文上的名字越多，代表性都越强。你多写一个人，你开会就多一份希望。对噻，人多力量大噻。那你们说，我要不要把司机小吴也给挂上？干啥呀？写他干啥？哦，我这的病人都是他拉来的呀。李医生，嗯，我知道你的论文高在何处了。行啊，你都认真的拜读过了。哎呀，光看署名就看出高来了，不用往下看。你把队长的名字都挂上了，那水平能不高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意思是我挂队长的名字是为了拍他的马屁，溜他的须是吧？这是你自己说的啊。我告诉你，我这篇论文大多数的病例那都是队长总结的，这可是论文的基础，你知道不？嗯。一开始的我是想借机表达一下对队长的友好，可是我们队长他不干。你别看他长得他很谦虚的。是队长谦虚，可是我认为啊，你比队长还谦虚。你想，你把自己的论文都往领导身上推，你不更谦虚吗？我说刘医生，你这嫉妒心理也太重了吧！我不就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吗？那我让给你行吗？你让给我？我用得着你让吗？哎，我自己有邀请函，咱们俩机会均等。什么你让给我？我需要你让吗？我说这事儿让你整的咋就这么复杂呢？你非要整出一些弦外之音、书中暗表是吧？我也把队长的名字挂上，我把所有同事的名字我都挂上。行，你挂谁都行，只要人同意就可以。嗯，我把救护车司机小吴的名字我也挂上。司机小吴都挂上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我把你的名字都挂上喽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我啷个才排到第四啊？晋级只看前三位桌子。我咋挂医护是后头呢？我来队比他早，我的病人比他多呢。我咋排到你后面嘞？我来的比你早。那咱俩那是一块儿从新兵连来的好不好？我是上午来的，你是下午来的。我这也算来得早啊？当然啦，双胞胎姐妹早一分钟，那要叫姐姐。哎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，你们要那个有啥子用嘛？那个都应该按照学历的高低来排，要来队的早晚排，按大小个儿排。站队呢？我排个名字也排出这么多麻烦，要不我排最后算了。那不行，那咋行呢？你是作者，再怎么的，你排那个司机小吴前头。我排司机小吴，你不前面，你大点。抄什么？三板实验，你们抄什么呀？啊，我们在商量这个论文上挂他们名字的顺序问题。人家刘医生写的论文，你们挂什么名字呀？还好意思争名次，叽叽喳喳的。我看看，呀，怎么把我的名字也挂到上面去了？都有份儿，都有份儿。无功不受禄，挂到上面我看着脸红，划掉，立刻划掉。哎呀，过来帮你划，过来帮你划。不要嘴划，我都可以排到前三了，哈哈哈哈。是了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副市长，你想哈嘛，基层出一篇论文好难咯。我们嘛，也算是见者有份儿，啊，不是，应该是参与者有份儿。工作成绩是属于你们的。但是人家写的论文与你们无关。刘医生，你往上面写那么多的名字啥意思吗？在论文上挂他人的名字也不是我发明的，是李医生发明的。他在论文上就挂了高队长的名字，我看高队长也没有拒绝是吧？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我在论文上也挂了高队长的名字，我看看他是不是默许。当然了，能去开会更好，去不了开会我也要考验考验他。太自我膨胀了，考验上领导了，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刘医生这个论文写的确实不错，我的意思是这次杨同学让他去交流一下，
也便于他以后在卫生队安心工作。哦，工作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多替他值几个班，经费从这个卫生队办公经费挤一点。哎，那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啊。好好好，谢谢。队长。哎，刘大夫，来来来。队长啊，这是我的论文，您给指导一下。哎呀，你这高材生论文我哪敢指导啊。喂，刘大夫，你这个名字后边这人我怎么不太熟悉啊？刚一看眼神，您多看几遍就都认识了。我认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你这个论文我一个字也没有改过，也没有做出什么贡献，加我的名字这不太合适吧？您就是太谦虚了。你说我们工作上有任何一点点成绩都离不开您的正确领导，对吧？我也是干我的本职工作，这跟挂名一点关系没有。不是我给您提意见，您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。您是领导，挂您的名字那是应该的。再者说了，多挂几个名字他也累不着，对吧？你就不怕挂多了超载吗？刘医生，你是不是以为在您名字后边写上我的名字，我就让你去开会了？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队长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有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在你进门前一分钟，我刚刚打电话帮你申请去开会，我没想到你怎么和我来这一手呢？你这去开会的动机很不纯啊！这次开会你不用去了。你们好好看看这是不是我的笔记啊？这些都是这些年以来我亲笔记录的一些病历资料。这个李大夫呢，因为是根据这些资料写的论文，所以挂了我的名字。我可绝对不是这个弄虚作假、以权谋私。队长，你啷个要像恁个说呀？本来我们都很相信你，不过现在看到那些东西，都更敬佩你了。就是就是，那谁也没说你挂名不应该呀、啊？都是哎，对噻，不用参观了噻，不存在了噻。队长，我错怪你了。刘医生啊，你看你把这事整的。人队长差点就开新闻发布会啊，这一桌子跟著名编剧展览手稿似的。队长人容易吗？啊，队长人没几年就退休的人呢。说的是啊，不是，哎，谁没有几年就退休了？你急着想当队长呢？我就那意思啊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刘医生，你说你如果真的有想法的话，你就去吧，我呢就不去了，真的。哎，你看小李这个态度表的很。哎，不是，李大夫，这个谁去参加开会，你说了算吗？那当然是您说了算，我说了也不算。我准备改变一下这个工作方法啊，增加工作的透明度。从现在开始，李大夫、刘大夫，你们当场宣讲一下你们的论文吧。啊？在这儿宣讲？对啊，宣讲完了，大家一块来讨论啊，这次开会到底应该谁去？这还用讨论吗？队长决定呗。我不决定，以后这种得罪人的事我不管了啊！大家都是平民，一块来讨论，来开始吧。鼓掌啊！好嘞，大家也听他们宣讲完了啊，大家讨论一下。那我开个头吧。好。我认为啊，人家李医生的论文对咱们基层卫生队的工作意义更大一些。对吧？哎，你们也都说说嘛。你说，亮亮，你说。哎，推什么推？推什么推呀？挂名的时候这么多抢先，安排名顺序说。啊，我来对时间好晚嘛。亮亮说，我来的比小张晚，小张先说。我啥子事情都没有做过。司机小吴说：“啊，他来了吗？哎，怎么写个论文连司机都扯进去了？啊，队长，你别难为各位评委了，我不去了，队长。哎，好嘞，这就对着了啊！哎，以后不管去不去开会啊，在咱们卫生队，
要绝对不能再有这个写学术论文挂名搭车的现象。我讲一下啊，现在正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在科学的问题上容不得半点虚假。我们都是人民军队的医护人员啊，写论文挂名搭车开学术会走形式，这符合我们人民军队的形象吗？以后在咱们卫生队要坚决杜绝这种现象啊。队长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一定吸取这次教训。好了，哎，事情过去了啊，李女士不要往心里去啊。另外，这个学术研究的热情可不能减，这是好事，是吧？啊，好了，散会。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？开会的时候还点头摇头的，挂名的时候不是你们真的上的？你不是啊？我来的好晚嘛。我来的比小张晚。小张啊，我今早事情小五。哎，我还要写一篇论文哎。题目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《浅谈基层卫生队的护理工作》，你们要不要参加呀？而且增加了手枪射击，打靶的感觉好兴奋，打片的感觉好郁闷，闷闷。科长，我说着啊，这次手枪射击训练总的来说是及格了，但是有个别一两个同志打的不好，我就不点名了啊。我打得好，我被个别同志活生生拖下了水，个别同志拖了把，你看看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我就拖把一发噻，而且那发还打到你的把上了呢，肥水没有流外人田噻。放哪儿放哪儿。好意思说呢啊！我本来打得挺好的，他叭补了个一环，结果人家就把这一环算到我的头上了。那这个也不算是大问题噻，只不过是瞄准了这个敌人，打到了那个敌人噻。爸，小张，我都不点名了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哎，小张，下次我在你左边，你要是看到我拖了把，你就叭叭帮我补两枪；我在你右边，你左右开弓，双枪老太婆。啥子？你们不要讽刺人嘛！有本事个别同事，何必打针？你有本事，你拿个针往上扎出十环来，人家算吗？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有一次出类拔萃的机会，全让你给毁了。我都怀疑那一环是你故意打上去的。我故意给你打个一环。我有那个本事，我给我自己打个十块好不好？拉倒吧，一枪打出一个拖把，两枪打出一副眼镜，三枪三个鸭蛋，四枪打一个奥迪，还得再加一枪呢，五枪，奥耶！行了，不要闹了，给你们找个教官，一百仗。啊！大家请看，一百仗，你是在教我们吃枪吗？我教你们吃枪。一班长，你好严肃、哦、不能嬉皮笑脸的。一班长，那是砖头。我认识，我知道这不是馒头。咱俩不是哥们吗？一班长，咱俩不是老乡吧？一班长，你觉着你丫挺白是吧？站住！以掩护式为基准，到半壁侧平举，向左向右三开。好，出砖！呀呀呀呀呀呀呀！
干啥呀？那一个个的，你看，哎呦，女兵排队举砖，风景实在壮观啊！训练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一班长，你看这么壮观的场面，要不我搞个相机给你们照张相去，再配上一个标语，那就叫做“拖把归来”。好，刚才衙门吃砖最稳，你带他们吧。哎妈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怕难以胜任呢。你咋会难以胜任呢？你根本就不能胜任。说得好。说什么呢？啊，我说他行他奏行，不行也行。训你们这帮女兵啊，白瞎我这身功夫了。等着八九练强的时候再教你们吧。干呢？到。要求，每组持续五分钟，手不能哆嗦。是。你咋能让他带我们训练噻？太不负责任了嘛！什么叫不负责任呢？啊，人家衙门射击都是比你强。衙门。到。人才呀、啊，射击人才，我看好你以后。我也看好我自己。衙门。到。待我行使权力，重点练查，一会儿我过来验收。是。哎呀，我这一身的功夫，我先去做五百俯卧撑去。你们仨休息吧，去吧，休息去吧。校长，吃砖不行，二十分钟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亚楠这是干啥？你不能利索一点吗？棉球这么大一团，这液体就不能少沾点，个滴滴答答的，像小孩撒尿一样。像涮火锅，到底是小孩撒尿还是涮火锅？严肃一点，你这不是想拍点吗？拍拍有什么用呀？这样不符合无菌操作。过两天上面就要来检查我们的操作规范了，你这么做怎么能行你嘛？都是，我跟你说了好多回了，你拿镊子的时候可以熟虑一点噻。哎，轻轻的拿出来。轻轻地站一下，不要慌嘛，像你能够耍大道理呀，能不放死人吗？不能，除非你把操作规范练好了。小张，来，你知道啥事啊？亚楠的操作问题太大了，你帮他练一下噻。他帮我？他帮你咋了？他带你练无菌操作，你带他吃枪，互帮互学，共同进步嘛。小张，行使我的权利，让他每练一组拿镊子一拨次，我看好，上开。牛，谢谢。大姐，走啊！哎呀，我傻、啊。亚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扫息，你这扫息，干啥呀？不是练护理操作，用得着扫息的证啊？看哈你练习，看哈你的毛病在哪儿。练。哎，亚楠，干什么呀？哎，这动作看着手啊。哎，你别说，想起来了，电视上那个小偷拿镊子夹钱，就这动作。啥比喻呀、啊？一班长的意思我晓得噻，动作要又轻又快又准，干净利索。亚楠。从消毒杯里面拿镊子重复两百次，我想刚说的是一百次，到你这咋变成两百次了？你是不是还想练三百次吗？还是两百次吧。训练就是要严格，嘎，一班长。没错，训练那就得严格，练不好那就得加练。对，加练他。加练你。到门口玩举砖头玩去。现在是护理操作时间。你们严护士长说了，你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练好射击，这段时间由我全权负责。立正，向左站，目标大门口玩，跑步走，一二三四。亚楠，我看出来了，他这是打击报复你。我看也是。没关系，我替你撑腰。谢谢啊，亚楠，人才呀、啊，人才。不存在。哎以后打针我也找你啊！啊！
一块砖你就满足了啊？要求太低，提高太慢，所以我决定两块砖绑在一起练。啊、拿着。亚楠，你干啥呀？你拿砖拍我呀？我们俩不存在，你不存在，不存在。亚楠，罗妈不是一天能结成的？当然不能了。哎，力量也不是一天能练成的噻。那你说，罗妈几天能练成？啊，不是，你几天能练成？哎呀，你为啥子总是练我一个人嘛？亚楠，俗话说，人都力量大嘛。人再多，力量再大，那也练不到你的胳膊上去啊！干啥干啥干啥呀？不知道，装傻充愣是你特长吗？你再次攻击，我抗议！抗议无效。我不演了！完了完了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！哎，怎么回事？什么动静？呀，这谁把门给砸了呀？亚楠，那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小张。为什么要砸门呀？为什么要破坏古物啊？我又不是故意，我就随便一丢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，是门自己找砖的。啊！行了行了，你也不要争花饭说祸上脚油了。让你们俩互相监督是为了提高成绩，不是让你俩互相难为对方的。听明白了吗？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啊！当然了，这个5000字的废话检讨就不用写了。啊！谢谢队长。谢谢队长。哎，回来，把那个条例条令抄20遍啊。20遍，30遍也行啊。30遍？难道你们想写40遍？啊！20遍，20遍。哎，还没说完呢，用毛笔字写啊，按字帖的正楷字样写清楚啊。毛笔字帖，快去吧。你还不懂吗？跑跑走，一二一。管不管嘛？他们两个要再那个较劲的话，都要影响团结，影响工作，影响训练进度了。我让他俩较劲的本意是让他俩互相促进的，但是你没有掌握好度啊！你要明白，度是界限，度是控制，度是好与坏的分水岭嘛。我咋能不知道度是界限，度是控制，度是好与坏的分水岭？哎，你要真知道度是界限，度是控制，度是好与坏的分水岭，你就不会做出这种不知道度是界限，度是控制，度是好与坏的分水岭的事情了。你这样才是不知道度是界限，度是控制，度是好与坏的分水岭。哎呀，嘟嘟嘟嘟嘟嘟，你没有道理想说啥子？我是说他做过了度，你说他分明是挑动群众，那个群众嘛，一说话就没有个度。他哪里是在挑动群众？哪个群众嘛？就是嘛！他明明是挑动卫生员，哪个卫生员？对呀。行行行了，我也不想看到他俩这么较劲，我正想办法让他俩互相佩服你嘛。首先要让乡长看到亚楠的操作技术比他还要好。你这个也太超前了，你直接去研究火星登陆寻找外星人算了，是吧？不超前。第一步要让亚楠看到校长的吃相比他还要稳。哎，那个倒是有可能。校长现在进步本来都很大，超过亚楠也许都是不久的事情。对呀，关键是他现在练得太狠了，他那个手还打不打针嘛？这样啊，我有办法了，既能绑住校长，一板账还看不出来。啥子办法？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哎！只有做不到，没有装不到哎！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你的爱将与我同在。唱到，我基本是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辛苦了，同志们看你训练那个辛苦都很同情你，尤其是我。谢谢。所以说我代表同志们送你一件礼物。啥子啊？你砖啊？你还没说咋子？那个砖是我从烟囱堆拿起来的，不一样。啥子不一样啊？
小张加油，小张加油，小张加油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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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臭闲吗什么呀？走了。好，连小张都合格了，大家伙都合格了。耶！其实呢，我要感谢一班长还有亚兰对我的帮助，我还要感谢老师。行不行，小张，你不要感谢了哈。一班长，什么时候给我们发枪呀？发枪啊！我想想啊。不对。怎么不对了？出问题了。啥子问题？牛顿定律出问题了。哎，别胡说。把那块砖头让我看看。烂砖头有啥子好看的吗？烂砖头你藏那干嘛呀？我没有藏啊。杨楠接着。你妈这么亲我，我是咋不传给我呢？好啊，啊！我教你们卫生队吃墙，你们拿一块道具砖头糊弄我是吧？没有了，好玩儿了，就是啊。谁的主意？小张。我的主意，一班长。你想，你这么训小张，别说拿枪了，他现在连注射器都拿不起来了，这不是非战斗减员吗？对吧？哈。不管刘医生的事，是我的主意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看到亚兰能够练小张，我觉得是因为上次打靶的事情，亚兰心头有点不平衡。但是我现在发现了，是因为你的偏心眼助长了他的坏风气。一百个，说话下去。卫生队的主意都是我这个老护士出的，你这个教官也是我请来的，你要批评就批评我吧。老护士气势好。这个秘密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说正题，说正题，说正题。校长已经知道训练的意义了，而且他最近训练的也很酷，他们都是我带的兵，酷在他的身上，疼在我的心里啊。实际训练要慢慢的来，他那个瘦弱的肩膀还是要打针的。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？什么啊？弄虚作假。一班长，不要说是一块砖了，就是两块砖也不存在。我现在就拿真砖练给你看。那是我练的，那是我练的。校长，不用。一班长，我现在是看出来了，自打你来当俺们的教官，就没有真心训练俺们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训练你们这帮女兵，可惜了我这身功夫了，是他说的吧？还说那好一个地方连500个俯卧撑是他吹的牛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还说俺们在弄虚作假，你来个真功夫给我们看看。我们看好你哟、哦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功夫。拿块砖头。来，走，李班长，接着。咦，假的，拿块真的。这个是真的。哎，看好喽。看这一人就不如亚楠强。一班长、啊、我给你肌肉注射打臀部。怎么能让你给我扎呢？亚楠，你给我扎。他是一样的。那怎么能一样呢？你扎的就比他强。可以啊，你不老打拳、一班长，对啊，你老打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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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说了。人家亚楠打枪打得好，打针肯定也不赖。一班长，我们都是为你好哟。我这个人是从来不佩服别个的，但是小张打针的技术，我确实佩服。你们俩是老乡，你向着他。切，哎，我不是老乡，我说句公道话是吧？小张打针技术确实好。哎，我是医生，说话总有权威性吧？那医生也有庸医呀。他怎么了？一班长，作为一个老护士，我要奉劝你一句：亚楠有个外号叫亚三针，不是牙膏的广告，挺好的一个血管，叭叭叭就打三针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认真，一针不行两针，两针不行三针，直到扎上为止。高队长，你说呢？不，你刚才拿什么开的砖？拿手啊？还以为拿脑袋呢。你让他打吧，亚楠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吧。来，亚楠。来，亚楠。
好像是扎骨头上了。枕头呢？哎，枕头呢？还在我屁股上呢。小妹儿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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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死我了！快点！快点！说，行！哎呀，快点去！小扎，小扎。快点！我算是发现了，这打墙好的呀不一定打针好，这打针好的呢不一定打墙好，他们是各有所长。对，你把这恶的初衷的意思先让他俩扬长避短，有失互补，没有想到捅了这么个娄子。哎，这怎么是捅娄子呢？这是好事啊！你看，通过这几天，我们学到了很多道理嘛。你看亚楠啊，打墙是好样的。但是打针是需要苦练的，小张，打针是优秀的，但是打枪也是进步的。李班长到，作为教官是称职的，但是看人是走眼的。叶护士长，点子是很好的，但是方法是欠妥的。这个刘医生和英护士呢，配合是很完美的啊，但是效果是没用的。李医生。李生在这一集里是清闲的，编剧是需要加强的。啊，我的领导是很全面的，掌声是需要的。同志们啊，现在正在提倡什么呀？以损人利己为耻，以团结互助为荣啊！以后我们一定要加强团结，把我们卫生队建设成一个和谐快乐的集体。明天大巴取得好成绩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大家想想一下，我们手枪射击取得优秀之后还要练点什么呀？我练射箭，参加奥运。我向你练机关枪。我向你喊火箭炮。哎，我想用高射炮。我想练一下敌对空。